活力新大附中的合唱团员穿着原住民服饰，并且随着音乐摆动诠释着原住民歌曲，嘹亮的歌声感染力十足，也让现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办这活动觉得很好啊，我们合家莅临，异想天开放音乐，我们台中市逍遥音乐厅的活动在我们大里盛大展开。那我们这一次邀请到很多优秀的团队，包括我们在地的团队，我们有新大附中的这个乐团，还有我们四大里乐团、青年中学的音乐科，还有轰鼓爵士乐团。迈入第十一年的台中市校音乐厅已经是市民暑假期待的音乐响宴之一，而今年的首场活动在十一号晚间是在大里运动公园登场。公所除了邀请到知名的女子国乐团登台之外，也有在地的学生社团一起来共享盛举，展现好歌艺。那我们主要就希望说，这个音乐会能够让我们社区我们的居民大家走出户外来亲近音乐，也鼓励我们这些喜爱音乐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一个舞台上面来发挥他的才艺。公所表示，透过音乐厅活动，让这些在地的明日之星能有一个表演舞台来展现自信之外，民众也能够在音乐声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时光。记者雷秋峰台中采访报道。